白银一左右才难。白银一跟那个跟那黄金一左右都难，就这两分段啊，就是脾气大，还有那个大师的啊，大师零点的那个啊，就这三个段位，转一的转一到大师零点的啊，脾气大，崩一崩就挂机了，就不玩了，开骂。先打他一孩子。哎，快来！快救一下！救！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，一打败就是我家。这大虫子要干什么？这大虫子要干什么？自己的战团如何？比没完了，啤酒人是吧？就没完了，没完就打一架，啊！没完就打！一气轰然，干一架那就干呗，啊！上路谁也别要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咱这上路谁也别要，今天谁也别去上路，这中路我要了。上单变中单，兄弟们。上单乌鸦变中单乌鸦了，怎么吃中路了？那就走到中路了，那就吃中路吧。啤酒人，求你去上路，上路不大虫子吗？上路啤酒人。你看位置啊，是上路大虫子。辛德拉脾气好啥呀？我都走到中，你不能让我走到上路吧？那就算了得了呗，还脾气好，不会变通吗？还脾气好，就中路就只知道往中走，那不傻吗？哎呀，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懒得骂你，骂人都真的。权衡之后的冒险根本就不是冒险。真的，上单乌鸦变中单乌鸦了，到时候再换吧。战争的结局。哎，感谢燕北风沙。硝烟散尽，
方。超一波。哎，漂亮！那就不用回家了。压吧，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东西。我压起来，对面打不动，我看看。确实打不动，中单无压就中单无压吧。不是纪律。哎，啤酒人，我是不是外边放歌呢？我才想起来。来呀，啤酒人！哇，掏一下！这是我最轻微的罪。我这人其实还是有点毛病，我这游戏我就看的有点重，你知道吧？我一玩吧，我就讨厌那些就是不好好玩的人。没关系，随便来，这波不怕。谢谢你的赞，你们仨能打过我吗？啊，你们仨能打过我吗？还有你，哎呀，都跑了，那有个跳蛋。到底是你们抓我还是我抓你们？老锤石，我锤，平 A， A 死你 ，A 接霸接头，劈炸，漂亮，漂亮。好一下，打把溜，还丑，啊还丑，丑什么？啤酒人，啊啤酒人没虚区，掏打把溜，啊掏回来，这也是。投降的方式，我这是十层黑暗封印了都。那辛德拉上路跟大虫子玩的不挺好的吗？就是可征服。好。过我，放，好你去，打换溜，还往右边走，我开大，吃我来，嘿呀，啤酒人，开肚皮，Come on.
他吃塔皮，你派肚皮，我吃塔皮，挺好，走了。他搁这儿回城，我们再炸他一下回家。我四十多层被动，四十多层乘以五等于200滴血，我相当于白给我个红宝石。人们离真相还有五步之遥，而我大概来个水银海，这把我们家死六杠四。要不我上上路去？算了，俺俩都换了，我就中就中了吧。怕是真相也不例外。先出杀人书啊！别急啊！乌鸦有没有蓝鳞汉苦楚是很重要的，那杀人书早晚都能叠。炸！我们每个人心好一下，劈炸！好一下，劈炸！平 A， 平 A 接炸接炸接，好了。我这得支援一个炸啊！马上到，艾克。哎，你给我在这亮牌，我肯定是受不了啊！你要跑了，你就跑了，跑就算了，还在这亮牌。啤酒人回血，这个魂儿没吸上来。艾克学费是有点猛啊、哦，不过这波啤酒人属于瞎猫碰死耗子，给我炸死了。他的眼前掠过自己的一生时，辛德拉不行了，没用，那是大虫子。应该地魔找一切，走帮下路越塔的。这么的吧，咱先没甲窃魂卷再去帮他们越吧。AP 虫子也是因为太笨了，画虫子那英雄，我们家有维恩，他肯不可能塞下来，他塞不动，炸他一下。如果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结果，还会杀这些要活下去。越塔，跟我越来，不好意思，走不掉了。
谁来了？大虫子来了。大平 A， 高阶炸街，炸街平 A， 接次要接死亡，人有点多，五个人。我靠，五个人。打走了，我怕 R 晚点，我连 R 都 R 不出来就死了，拉倒吧。没有钉主要是。没关系，一会儿再说吧，先来个鬼叔。这个钉不用太着急，他家伤害不一定够。杀掉的人可多了，一看这啤酒人旁边就是我的人。往上走，来杀大虫子，这大虫子确实得杀一杀。啤酒人来没来？掏回来，打破了虚号。这人头我拿不到了，俺们把二塔推了来。你看，在你一个上单拿优势的时候，如果其他路全劣势，太难拿。我现在把你二塔推了，你怎么办？从军队的阵型上。知道战斗要能够看到，你说我现在把你二塔推了，你上路怎么办呢？兵兵我再来杀你一波，你节奏全断。什么啤酒人，超炸！你六吧，我还没到无敌的程度。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视而不见。走了，不推了。有人说黑暗，回家来个莫雷洛密点。因为他们看不见。尤其是当你想要控制他们。大虫子才四层，他上来就出法穿棒，他直接出法穿棒有啥用啊？法强的不够。掏，爬挂溜，炸平呗，炸开大招。闪现掏回来，你我听说你要吃我，炸老大啤酒人，掏回来，哦，啤酒人好一闪，给我们送了四层杀人书。炸掏，走位不错啊，韩冰。
这锤石飞一般的感觉啊。抛回来大红子，打不能击炸，再炸怎么死光了呢？给我吸一个，我杀大童子来，炸掏，打不能吸炸，哎，我感觉我这乌鸦好像连招不对呀，应该是掏然后 W 等一下吸。掏吸炸点燃炸死，泉水里边被我点燃死了。谢谢苦难逼死披寻欢，助攻有点多，掏回来。十五级，艾克十五级。闪现，能追死不？大虫子躺输啊，大虫子。权衡之后冒险。这大虫子终于体会到我上网的痛苦，不过他们家有斗志，看见没？人家有斗志，不像俺们家那些人，他没斗志。好吧，锤石没斗志，那锤石也是个二。最讨厌没有斗志的人。我实在是没蓝了，我先套他一下，吸，勾我来，勾，叮。豆子都输完了，哪来的豆子？没豆子。不是他没豆子，是你。